感谢我们彰化县长王惠美，还有我们鹿港镇的镇长许镇长，那对我们草港国小体育的一个关心。那我们这次我们草港国小的这个跳绳队，去参加全国民族体育竞赛的团体跳绳比赛，那今年再一次获得男女全国的双特邀，那这已经是我们学校连续第五年5连霸。 那也是全国唯一一所的双特邀的一个学校。那再次感谢我们上级长官，还有我们鹿港镇公所对草港国小的关心，也给学生带来满满的鼓励和祝福。那相信学生未来的表现会更加的好。那在此再次的感谢。是，今年原本不怎么看好了，因为毕竟疫情已经头尾有3年，那。 小朋友其实责任心很大，因为他们学长连续4连霸，那其实他们刚开始的时候，很没有信心。那这次出去到台南之后，看到天气还不错，然后整个感觉很不错，所以他们就慢慢有信心。不过上场比赛的时候，还是会有一点点担心，所以今年能够连续维持第5年的双特优，我是觉得。 真的很感谢6年级的老师跟学校的主任，还有校长的支持，让我们这次的任务能够顺利完成。这样。25。 家长再见，谢谢。那边。加油！来，第一排再往前一点，同学。 恭喜哦！恭喜！恭喜！好。那你们两个一起。谢谢会长。